官网卖10000多的14 Pro Max， 在华强北批发商这里半价5000多就能拿下，还是全新未激活的机器。时间来到8月下旬，15系列的发布也越来越近，全新14 Pro Max 的价格也一度跌至冰点。之前一直观望的兄弟们，剩下直接冲就完事了。像我们这批新拿的14 Pro Max， 新筋膜都还在，5000多，性价比真的很逆天。A16 满血处理器，地球上最强的移动端芯片，配合120赫兹高刷，流畅用个5-6年毫无压力。后置4800万大底三色，划时代的成像效果。就这样，5899能拿下一台全新14 Pro Max， 你不会还在买二手的13 Pro Max 吧？